看。台上麦克风，音乐最精通。台上麦克风，旁路不拢有风啊。冲向荧光峰，分享荧光梦。欢迎收看，太快了。欢迎收看台上麦克风。大家好，我是罗文英。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Rita 林友廷。哎，怎么多了一个人是？大家好，我是 Singasa。这是台湾，不是香港。哦 ，Singasa 不是啦，不是啊 ，Singasa。对，就是这样，没错。我要帮你起底，你是哪里的客家人？美浓跟新北的啦。啊，美浓跟新北。新皮。新皮。新皮客家人哦，这是新皮哦，哎，真的假的？解决了我身世之谜。那里的人是不是喜欢喝奶茶？来，怎么说？因为喝奶茶很会肾结石。不好笑。我喜欢那个尴尬的感觉。好，哎，你今本也有叫主题是向经典致敬。我们主持人就应该先来经典一下，下马威，先致敬一下。哎，你肯华来唱山歌，会唱吗？山歌不会，会一点点啦。唱两句。山歌啊，好，可以就听我们这个版本山歌。Let's go。山歌南那冲啊，心流快哟，太流流那行啊，山流流快那叫他流流那退呀。Mountain song, so be there. Let me sing for you. Haka song. San go liu nam chong a, xin liu koi yo.铁打流木那山
来到现场看到 Any Gimme Get 来宾，觉得很高兴。先请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好歌声的来宾们跟大家问好一下。太搞好，标准呢。然后李圣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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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算是不错了，对，第一次学样。嗨，太搞好。我是佳佳，也是不错，这太嘎吼蛮标准的，标准。大家好，陈杰石，大家好，哇，今天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主题是三个不同领域的经典，不过今天经典我们开场也没有让大家稍微这个含糊的，我们还是拿出，就冲哈嘎三歌，我们三歌就搬出来了，客家经典。你们有听过三歌吗？好像听过，妈妈有唱过了。那刚看我们这个唱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妈会看我是这样，重点是我们唱的应该更好，对对对，硬是要逼她讲，妈对不起，不好意思。你看从这点我看得出她是孝子，我却像刚佳佳客家的山歌，你觉得什么不一样？蛮自由吟唱，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发现啊，就是听你们两个唱，就是转音那些都有，就是游刃有余的那种。但是如果当你们来到原住民的部落，你们会发现原住民的转音也非常难学。像你们是五声音阶嘛，对，那我们就不是那个东西。说像即兴唱，我们可以这个一直唱下去了。他中间，因为他唱的太好听，我们刚刚会有一点点，我会紧张，对不对？没有那个意思啦，对啊。很厉害哎，我讲到转音，我觉得民谣现在旁边应该蛮想插进来。转音天王，转音天王。我刚刚在旁边听，找不到缝插的。对对对对，一直哇，这我觉得客家真的是另外一个难度哎，有一种客家人的精神跟一些态度在里面。对，不过我觉得刚刚三个人已经从各个领域都是精英，然后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蛮想问圣杰石对客家的印象。我对客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食板条，全世界最好吃的板条去堆米诺，真的正点，真的正点，真的。希望有机会可以在你的影片里面可以介绍我们的故乡美食啊，风景。好，我已经正有打算了。佳佳呢？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记得客家人很会唱歌。因为就像你们刚刚有山歌之类，就很像原住民也有原住民的山跟山之间的呼喊啊之类的，对对对，在工作之余也有一些歌谣，对，是耶，真的生活上也很像，因为住在山上，对，然后很多都是在生活上的用语，然后工作歌这样子。对对，那现在的客家印象呢？哇，我其实跟客家蛮有渊源的，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的高中的国文老师叫钟铁明。哇，钟铁明老师，钟礼和老师的儿子，然后原乡人的这个作品啊，所以我对他影响蛮大的，就是说他教同学的时候啊，一些做人处事啊，影响到后面我还大学就念了中文系这样子。我在你的客家印象里面有出现过吗？没有。谢谢，好，今天可以结束。没有，但是有到后面写歌我才知道，对不对？共同虾各位，我帮这个 Sam 写过一首歌，这一首歌其实我非常喜欢哦。你知道这个歌啊，自从录完之后一直不敢拿 live 来唱啊，有到这么难唱？太难唱了，所以跟歌名也有关。就叫切歌，很怕唱完就还没。我们现场一定要来唱一下这首切歌。我们来合作一下，好不好？这是对不起，我插一下，该切歌的时候就切歌。用力唱一首歌，忽然被你切歌。这歌词很像我，旋律够曲折，多么适合。就算没有音乐的伴奏，唱到声音都哑了，我会记得你曾是我最爱的情歌。过去一幕一幕就像播放煽情的 MV， 我知道字眼不能理解这样的悲剧，包厢里只剩下我自己。
用力唱一首歌，忽然被你切割。这歌词很像我旋律够曲折，多么适合，就算没有音乐的伴奏，唱到声音都哑了，我会记得你曾是我最爱的情歌。真的太好听了，真的太会唱了。我们应该弄一个，以后就出一个 unplugged 版本就好了。哎，很棒哎！哇，真的，我觉得真的一圆我的多年来的宿便，不是宿梦。开玩笑了啦！而且刚刚我听圣洁石唱，哎，很帅哎。讲一下这首歌，最近推出了自己的新的第一首作品。是因为这首歌叫《安利》啦。对，那其实呢，这个故事是在讲就是。我自己本身呢，曾经加入过直销的一个故事啦。大家都知道，就是直销可能要拉一些下线嘛什么的。对，那我那时候想说，我朋友应该会蛮挺我的吧？我想说，问一下我的好兄弟，问他们说，能不能够，要不要一起加入啊，什么样的嘛？那我朋友就是支支吾吾的，就是面有难色。过了几年后呢，就是我也慢慢没有做了，这样子就才发现，就是其实我当初不应该。就是利用，好像要利用友情，然后其实换取利益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觉得自己要反省的事情，所以我把它写成一首歌。欢迎圣洁石带来的安利。好开心，老同学这一天打给我。好几年我们工作忙碌没联络，是否要叙叙旧，开个同学会见个面？他说没关系，想约我喝个咖啡。好奇怪，我记得他不爱喝咖啡。好浮夸，他穿西装拿着公事包，整个人有自信，好像乐透中了2亿。他开始滔滔不绝不停说，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安利，我中了八分，偶尔会用安利，我把你当兄弟，你买我保养品，那照片里的法拉利你停在哪里？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安利，我只想和你聊聊青春回忆，听你说的聪明，我怎么听都想放屁。你买的不是产品，是我对你多年的友情。先听看看就好，几次才能够笑，你是心碎到老，成功之后有钱有权，实现你的梦想。以前我也会把自己出的发现笑得很晚，今天晚上刚好说明会7点半，课程抢手，要不要等等去看看？健康纯天然，国际认证拿给你看，半年内月入百万。Bow， 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安利，我下路 ADC 偶尔也用爱心。哦，你说皇冠阶级身价有好几亿，那照片里独白旅行怎么没有你？
心血到老，成功之后有钱有闲，实现你的梦想。那就这样，是你的梦想。台上麦克风，旁路舞龙，有风啊。音乐风，分享音乐梦，分享首歌，开上麦克风。胜利哥怎么样？安利怎么样？你知道音乐是很多可能，搞不好别人唱你的歌也有可能成为经典。对，我觉得我创造了一首歌是非常很好 cover 的歌。cover。既然刚刚已经安利一下，大师当然要唱喽。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位经典人物，唱歌最细腻的男人了。是谁？是谁？是谁？八零年代必听的一个歌手 ，George Michael。哦，没有人不知道这首 Kelly's Whisper， 我们现在就来听。 Let's go。
真的是，我觉得今天太值回票价了。真的，刚刚那一首歌向 George Michael 致敬，对，好感动、哦。真的要跟他致敬，因为他影响我太大了。嗯、因为他是我觉得在西洋歌坛里面，这个很会唱歌的男人，对，细腻度太好了。对，而且他一生奉献给音乐，你看他自己也创作，留下这么经典的一首 Careless Whisper。那其实你听音乐、嗯、除了听很多西洋歌，那你在华语音乐里面有影响你很多的吗？这样有一位太重要了，嗯，童安格。哇，他的声音好特别哦，而且他在早期华语流行音乐里面，他的唱法其实就是很有西洋音乐，比如说有一些 soul 的唱法 ，R&B 啊。对啊，这个童安格大哥对我影响很深。那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选了他的一首歌，叫做《现在以后》，哦、那个时候呢。唱了这个歌票选成为冠军，哇！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拿着卡带啊，冠军的当天我拿着卡带走在天母的路上，就看他对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的人走过来，就是他，哇！赶快拿给他签名，太梦幻的这种相遇了。然后我就走着之后就距离几公尺就准备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勇气跟他讲话，只好对你的疼爱是手放开，所以之后才有那首叫《擦肩而过》。帮我们唱一下，唱两句吗？我可以唱一下吗？耶！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哇，难怪票选哇，真的。那我觉得留下一个心中美好的可以遗憾，会不会我的演唱会来邀请他的？哎，很棒耶！可以吗？很棒耶！佳佳有吗？你听他的歌？有啊，我还蛮喜欢他的咬字唱腔的耶。我知道有一首歌，我突然我想到，让你一定忘不了的啊，忘不了哦。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汗，忘不了醉人的缠绵，也忘不了你的誓言，何不让这场梦，何不让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没有醒来的时候，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不好意思，这个圣结石那个年代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对，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领略，但是我刚刚就现场听觉得啊，享受其中，太棒了。那你自己的你那个喜欢的音乐影响你很深，受谁影响很深？我觉得应该是周杰伦，因为他在我那个国小那个时候哇太红，那个时候的那个教室的后方不是都有一个空地吗？他就会放一些歌曲。例如说简单爱啊，弄个，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我们就到这边骑就可以了。对，蛮会模仿他的。哦，不是哦，还好呀，不是那个鸡肉饭，加个蛋，不错，蛮不错。好了，哇，上升了，哇塞！大家在音乐上都有一些特别感觉，好像是 role model。佳佳特别喜欢听什么歌？其实我很喜欢黄大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喜欢 Whitney Houston 啊，或者 Mariah Carey， 对，但我觉得黄大炜的唱腔是影响我最深的。哇，经典的就没有别的第二首歌，我觉得好不好？好，那就去原住民部落很容易被灌醉。爱让我变得看不开，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台上麦克风，旁路乌龙又疯了，耶！冲向银光峰，分享银光梦，分享舒宽。麦克风，太假货，那就这样子吗？其实我会的客家语比你多很多哎。宝宝是饭吗？是宝，是饭呢？是饭呢？塞棍呢？塞棍呢？哦，就妈妈，就是小孩不乖，对，吃棍子。我好像有语言天分。欢迎来到我们客家庄。你以前比如看一些偶像剧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很多的歌都偶像剧是用他的歌啊，《兰陵王》哎，真的有哎，特别了为这个《兰陵王》这个剧而量身打造的插曲，叫做《命运》。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我要特别讲到我的 partner 女主持人，她今天就要跟佳佳一起合唱这首歌。特别的是改成客家的版本，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好，那我们就来听佳佳跟 Rita 带来这首歌曲《命运》。Let's go。祝你
谢谢佳佳，谢谢。哇，刚刚一起唱《命运》，我就觉得我好像回到那个兰陵王的时代。而且我们在听，就国语有一部分改成客语，对，就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没有，真的可以吗？很好，哇，好高兴，非常好听，嗯，哦，所以其实才可以感觉到客家话其实可以跟国语全部都 match 在一起，可以，跟英文也可以，也可以哦。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各界的经典，其实还是局限，就是我们放在音乐里面的经典，其实像。佳佳好了，你看本身就有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忘不记，忘不记，哦，填空，填空，不自由，流星，像刚刚的命运也是，都是啊。而且听说就一些拍偶像剧的，就是他的歌特别要用他，如果歌没有写出来就不播，哇，没有这样子夸张了，太厉害了，已经成为我们部落的整个完全的就是风云人物这样。希望佳佳今天呢，待会还会唱他的新歌，会，你只要一开口都成为经典，好不好？谢谢谢谢，好棒哦！我们的乐坛新人，哎，哦，到我这边，对，这个问题问我有恰当吗？我只能期待，就是未来我的歌有可能可以成为经典而已。耶，这样就对了。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看这个点阅率应该是整个爆红了。没有了，没有了，谦虚了，好棒哦！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哇，那讲到 Sam 大师，没有没有。哇，没数了吧？他的歌经典，你先不用讲话，我用唱的。我们用唱的好。我模仿张学友，模仿李圣杰唱歌。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你的鼻音很重，好让你能多爱我一些。不要哭腔。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Thank you。有人说的早已不会，对你的疼爱是手放开，哭腔太重，太多我们怕破，太多了。去 KTV 里面，你随便一次去唱歌，一个晚上下来，你一定至少可以听过五首他的歌，在不同的时段出现。所以啊，这个节目特别地方在于，我们的经典都让罗文主持人。你要唱一下嘛？但是我们都唱一些自己想唱的歌，而且希望这个歌可以有机会成为经典。歌手能够写自己的故事是自己最有感觉的了，然后词曲自己的创作。耶，我们来听，我们来听。对。多少缘分才有可能？要多认真才能爱得没有疑问，爱要爱到八分，请留给自己两分，亲爱的，这样的爱才能爱得完整。我爱你的天真，爱你眼神，我要我们的爱幸福是爱你十分累七分之后就来这个，我觉得这歌词写的蛮酷的。哎，幸福要十分，真的不错。爱要爱到八分，请留给自己两分。老师，这个歌听起来好有故事哦。很多年前了，很多年前了，大概哇，这已经不好说几年前了。对，但是为了这个亲爱的人做的一首歌，然后就是说，其实爱是需要经营的。是，然后呢，爱一个人不能太过头。留给自己两分，两个人加起来八分加两分才会十分。哦，要彼此能够接受的爱。对对对。哎，今天呢，其实问有一个心愿。对，我今天他一直很希望可以跟你合作。对，这是今天节目里面第二个心愿。刚有一个嘛，就切歌唱。切歌，第二个心愿就是我在 KTV 里面会跟朋友一起唱你跟林隆璇老师和男男对唱的歌。你那么爱他。你知道这一首歌真的，真的很温暖。而且呢，我正在唱的时候，我想到你今天来到大声麦克风，在客台的节目，我特别在副歌的一段里面写成客语的版本。哦，下周哈嘎翻 ，OK， 来听听看，金喉糖。好，期待。好，呀哈秋有唱 Win 老李圣杰 Q 哈的合作，你那么爱他，你爱 Oiki。
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黑暗爱意走马干吞一流哈，走马干恭喜独发暗爱俩黑米沙你龙地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走马干春意留下，走马干恭喜独发暗爱俩黑米沙你龙地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哦哦哦哦哦哦麦克风，旁路乌龙 UFO、欢迎大家进到台上麦克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三改歌手呢，大家都很想要了解，说到底你们在生命当中的音乐梦想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圣洁时先让台下分享好吗？其实我算是从小就有明星梦，因为我觉得都不会无聊，而且出人头地。对，因为对于我，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面家境非常差，我又是电视儿童，所以对于我而言，我认为的出人头地就是成为电视上面的那些明星们。对，所以从高中生的时候一直到出社会到退伍了，有没有？这中间我都不断的 casting， 但是呢，永远都选不上。我就是持续的试，持续试，终于是因为现在新媒体的关系，对，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跟朋友一起拍影片啊，上传这样子，对，然后直到现在慢慢，哎，终于有一点小成绩了，我在想有没有这个可能可以成为歌手呢？对，所以说我就
找了我的 partner， 对，然后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做，做音乐、作词、作曲啊、编曲啊，这样试试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是一个开始啊，我很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作品。我觉得你观察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百态，那可以用不同的创作把它表达出来。哇，好棒啊、哦！好的，我会持续努力的，谢谢。我相信这个 Sam 圣杰老师看着圣杰史，一定觉得说哇。好像看到以前自己努力的过程。对啊，对啊，其实回顾这一切，就是我觉得歌手最重要就是累积作品。对，能留下就是作品。对，那这个作品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是自己的一个故事哈。是，我都期许自己的未来哦，自己多一些自己的创作。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感受人生。对啊，我觉得歌手要体会人生，你才有故事可以写。嗯，对，所以多累积一些作品，希望这是我小小的愿望。那佳佳呢？你的音乐梦？其实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新专辑的作品可以推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佳佳，听佳佳的歌，就这样子而已，这么简单。哇，谢谢，继续唱好歌。嗯，真的。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真嘅非常嘅欢喜，也唱到三 V 里边，还会唱歌，还佫记得嘅梦想歌唱哦，还相信本太家，吃到真感动，每想爱好记得坚持梦想，绝对不轻言放弃，而且要努力创作，努力唱好歌。对，节目清明呢，我们就要让佳佳也是在节目当中，就如同他刚刚的梦想，要把他新专辑的歌曲送本太家，还佫呢，从本汉那都给银糖。今天非常谢谢。谢谢三位，感谢三位经典来到节目里面呈现经典的歌曲。那最后呢，真的请佳佳来诠释她自己的新歌《佳佳酒》。佳佳酒，拜拜。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会泪吧，我怎么想就那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啊，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才没回嘴，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了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我想问我自己吗？要是想家家就想要家就有个家，那该有多成真吗？打开纯净模式吧，爱不是扮家家，就玩腻了说放就放，像没事一样。抱歉，不是洋娃娃，微笑就了会泪。我怎么想就那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啦，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才没回嘴，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所谓，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你想问你自己吗？要是想家家就照剧本过下去啊，那会多快乐啊。结尾会有彩蛋吗？谁会抢着说实话？爱不是扮家家，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要是我掉眼泪，那
想家家种种剧本过下去啊，那会多快乐啊，结尾会有彩蛋吗，谁会唱着说实话，爱不是扮家家就家